三层楼高招牌挡不住山陀，台风14级强风，直接被吹落在大马路上。巨大招牌一瞬间击落，旁边车子也遭殃，挡风玻璃凹了一半，呈现蜘蛛网，看了实在触目惊心。 一般的马路被招牌解体的鹰架占满，就怕再次伤及无辜。警察人员也不畏风雨，在现场拉起封锁线。帽子频频被吹掉，雨水不断打进双眼，也怕上面再有东西掉下来。警察人员不断往上看，旁边热心民众也帮忙指挥交通。瑞隆路上一片狼藉，另外一边也有槟榔摊直接被吹倒。对，我已经20年啊。 因为我第一届，我感觉这下一届风太大，我是感觉安尼啦。老板娘好无奈，强风好雨下，不但没了身材工具，店里还都淹起了小水。山陀的威力超级猛，民众没事就好好待在家，千万别出门。